明四个了啊，一百了，来一百，先开始，无客气就无必要，无客气就无必要，无了钱你也无客气，我就无必要。哦，你莫等我客气，你还讲一百几包，你莫去问啊，都不了钱。四个，来个三个，一百，我收啊，一个，四个，拢有啊。都有了，都有了。三位啊！千万莫出价嘞，真正，我真正咧真心讲嘞，我无谈无紧，别人爱趁钱嘞，两包你一包了，懂吗？四爷啊！啊，真欢喜啊！我的成本都唔拿嘞，好嘛？我大声甲你讲，我的成本都唔拿嘞。来啊，来啊，哦，一包了。卖我出价了啊！卖我出价，介绍我哩，我绍你啊，卖出价了啊！来钱啊！哦，今仔这一包五十块，你是要好？以后别拢散去。好啊，好，我叫你欢喜了，欢喜了。来边啊，提钱啊！可以，来落雨千百起来，给三个台起来。这落雨千百拢无饲啊，你若要煮的，你白箱去准备一个白箱。来五百。啊，这拢无饲的，这摊家一个吹起来，你去吹看卖，看我后生一个吹起来几啊块，两个吹起来五百。我免五百，免四百，三个人加新加钱三百哇。来三百。有人要食鲈鱼青肉，一支翅拢无，规地拢交的，两百三百，大地一地五哩，一地五哩。我爱讲三个价钱，你免过路，来新价钱一地过来，一地过来，一地过来，三百了。来三百。来鲈鱼青肉上面一个三百。来三百。个人要食鲈鱼青肉无三百。拢有啊吗？鲈鱼青肉拢有啊。哦，有啊，收起来哦。来，对方你甲收起来。鸡腿卷算一点点的。鸡腿卷，你敢要吃鸡腿卷？我卖卖。谢谢。来，你个摊包搁起起，我一个机会。你敢有当我来卖卖着摊包的？你敢有当我来卖卖着摊包？来，你要摊包斤卖啊？这一包二十粒的啊。我免三包，免五包，干来吹吹就做好吃。你要一包、两包、三包，你家己拣啊。一包了。来一百啊！来摊包，摊包。一百块。这里不用袋子。一百块，我吃摊包吧。两包三鞋。懂吗？三鞋。一百块，你要两包，你家己讲啊。要两包自己讲啊，一包摊包是要求好吃啊。一百块要来无？两包。摊包够人要来无？一百块尔。拢有啊吗？你要搁一包了。啊，边啊一个啊，摊包够几个？我买两包。你买两包，起收好啊，来接个接他个。个人要食摊包的无？对吧？别搞卫生纸。今天你别吃，干嘛歪？你也吃的啊？来。边啊一包啊。来，这好滴哦。卫生纸无？今天我们在弄我的串串，我要给他鱼啊。一张就好啦。一张了，好，够了。应该来要搁食啥物啊？叔叔在阿妹。这鸡薯条，这都无弄，你敢食了？哦，食袂了。这鸡薯条就是鸡块拿薯条，一包卖三百二，我卖你两包，你卖两包，我一包卖三百，200块啊！要不然就我们食鸡薯条吧，这真正好吃啊。两包。拢有啊吗？我来个做几包。哎呀，阿帅，有他只会笑喊的。哎，我咧，他咧面那咧足奇怪无，讲真咧，应该袂吧？我面那个也足奇怪。哎呀，哎呀，帅啦！两包两百。我觉得，我觉得无爱注意，收起。准备老。无啦，因为这穿穿好，穿起来穿穿咧。能不能买？今天唔知是啲啥？哎，老鸡腿，纯只两包，够人要吃。拢无啊，一包十支，用我烧，三百片啊，鱼啊五百片啊，两下尔拢无啊，两百了。两百啊！大成卤鸡腿真正好食，卤鸡腿两百，两百只卤鸡腿，卤鸡腿。来睇下收到。系啊，我嘛感觉应该是黑色的，无有一个黑色的迄啦，啊卖才足差个啦。来，你有哪要食这无？鸡腿公，鸡腿卷。来面食卖三百五百，这起价我拢无爱起啊，两百上面食。两百条，加几公啊？三条哩啊，四条，五条，六条，七条，这三条够上面啊，两百了。来两百，边啊一个两个。好啊，无啊无啊，两个收钱收钱去收钱啊，那个够去收钱啊，无啊。够吗？对啊。来两百，拢无啊。下一份。无啊，没有了没有了，今天无。早点讲，今天无。今天无啊，来姐你给我收一百了。哦，再给我一百就好了。八十多啊，八十多啊。做高票是，八十块已经没了。对，小刘，对小刘，来。阿哥，你吃啥？来，我给我还处理吧。姐，这两包我给你给公司啊。我喜欢吃白枪给个。你那吃是白枪没吧？哎，我油巴罗是没啊，我靠，那边吃工厂的油巴罗。
你这一包我用，我小头四百几块，两包到八包，我唔免让你家八包啊！我还讲两个人加尔无啊，七百嘛免啦，全部两个人加食，公山牛肉咯，新价钱啊，三百了，三百块，三百块，三百块，两个啊，三百了，三百了，收着。来，迄个你讲诶，沙茶茶园那个，我一间机会好无？啊，这恁家人要食炒油吧？七包油吧，你肯定炒看吗？啊，多一个大海来买两份尔，你炒看吗？真正。伊这油肉无油肉现第二，伊油肉非常之浓。吼、哦，你甲炒洋葱、炒蒜头、炒葱啊、炒辣椒、炒硬菜，凊彩你炒。爱食卖五百，卖四百，一人买两包，先加一个来拢三百块了。来三包。有人要食炒油肉的无？三百块。来三包。三百块，真心的。炒炒出来。这个油肉你真正肯定会炒看吗？真正好食，我袂甲你好笑。三百，三百只沙茶炒羊肉啦。有人要无？三百块啦，有人要炒的无？炒菜啊，炒硬菜啊。没啦啦，没啦，我故意不爱黑啦，拢是你后壁落来做一台，我要刷。三百三百只啦，有人要食羊肉的无啦？三百。讲真的，羊肉嘛，牛皮牛肉上的，羊肉嘛是贵贵啊嘞。三百，有人要食无？三百。三百。一百个你啊，一百个你啊，一百个来啊，一百个来。哇，倒去啦，倒去啊，倒去用啊，好，落来无啥物啦，迄皮拢倒去，拢袂晃动。三百。三百，有人要的无？来三百。你每个，你每个拢不爱钱用我吧？我东一包，你包一钱，我搁加一包哩。三百，三百只，三百。来啊，三百只。收钱，收钱，收钱。哎，炒菜都好吃。有人要食炒鱼吧？我唔是甲恁骗讲，伊真正好吃嘞。唔是为着要卖你啊，甲你讲好吃啊，结果当然无好吃嘞，是真正好吃嘞。三百，搁买来无？来三百。我中一几包，我准卖卖，好不好？准请恁，好不好？恁食食啊，还来搞买，好不好？来，我准我加只，我当准送你，你买一包，真心的。来来来，哎，无人一包卖四五十块的啦，真正无人这种物件卖一包四五十块的啦。三百块要食油包无？嗯。最后要两个人加啦，三百就好啦，下顿去炒好卖啦。对，你老贵的啦。三百。三百块要食无？沙茶炒羊肉。三百啊！真正好食呢，还有要来无？搁三个。来啊，三百。哎，三百。搁三个，三。三百拢有啊。三百。来三百。有人要买较少的，我要买两百的无，要买百五，要起起来无。那边我卖恁无，偏咱尽量大家拢买着，因为这物件好食，恁买一寡，啊，食好食恁就过来啊。敢有要买百五、两百的无？有人要买较少的无？拢有啊，谢谢。那边啊，百五、百五、两百五，有人要百五、两百的无？少一点的无？有人要百五、两百的无？起起来啦，是袂解害啦。物件真正好食，够要百五两百的无？百五两百啊，掏钱啊！要百五两百，凊彩你啊！百五，百五，够要百五的无？百五，真正好食。今仔是啊寒啊无人，啊无这类物件免我百五呢，三百买了就抢了了。恁家有人要食虾啊？要食干贝，要食鳝鱼，这三样要食，手举起来。鳝鱼、干贝、虾啊，这三样要食，手举起来。有人要食这三样无？无啊，无就发这啊。有人知影这啥物鱼啊无？这啥物个人知影？你来啊喂！这间工厂哦，无简单，真正是无简单，无甲学落袂使，真正抬甲足清气的，真心的。有当时吼，我讲完听工厂要也是亮，伊要拼紧，伊要亮啊！你甲你抬甲遮清气，真正无几间啊！你食我的白酒当去试看嘛，我来讲一个买一瓶好啊，唔免五百，我食至少上个恁食。这中班的哦，太好个哦，三百了。来三百，三百。有人要食白青的无？三百好好去了。来三百。一个台下去。三百，有人要食白青的？来三百。这组白青你来当买，这组白青信用真好啦，真心的啦。三百，上面食白青。来三百。三百啊。有人要食白青的无？三百。来三百。白青鱼啊，三百块啊。来，搁一个台下去。三下只了，我啊。三百，收一个啊。这白青哦，我讲真的，这组的白青太了清气，物件搁青，真心的，不是大金拢安尼嘞。三百。不是大金拢安尼嘞，那大金啊，大家做生意拢免烦恼啊。来三百，六百。要太清气，要搁信用好，要搁品质好，不是大金拢安尼嘞，真心的嘞。我再告诉你呢，你莫搁考虑啊，来啊，有够我再搁补你啊。二四六下了啦，三百来啊。几个？来三百。呀，这白青啊，你要搁两斤卖三百，卖一个。来啊来，再告诉你。来啊，三百！来三百！我头前个，我来讲六个就好啊，卖个高路啊，三百来。来两个啊，是啊，好，是啊，好，三百好平啦。来三百！我两百白箱的无？诶，三百！来三百！两斤瓜啦，两斤瓜啦，真正啦，三百啦。来三百只。最后个两个三百只。来三百只。来是两个啊。啊好啊！
凊彩啦，凊彩啦。沙包来哦。最好都一个啦。来两个啊。唔通啊，唔通啊。哎呦，两个啊。你啊，凊彩啦。好滴个啊。两个啊。你要一个沙包。你里边给钱有你啊。你头出两个沙个啊。哎，你上啦。呀，我还有车。呀。来沙发哈，沙发多还是几多啊？这钱我都拢未赚钱。来，来一张卖钱我拢未赚钱。拢只还袂起个，你饼还袂饼啊大。大只啊！拢只还袂起个，你饼啊饼啊大。你要食铜锣烧无啦？应该有要食铜锣烧。我来讲啊，那卖就卖饼啦，啊卖饼咱就加上贵个起来饼啦，好不好？哎呀，无你啰嗦个啦。咱卖着饼啊大呀，你也卖搁有啥物鱼啊？现捞啊啦，我这拢是啊，恁看有无？你甲我讲后壁有啥物啊？我现捞啊，是要上饼啊？有人要食拢是啊无？这当用行啊，你去鱼中路行一只看四五块，一只落啊四五百，啊，这三只都要千五，来三个同志，要食拢是啊，坐啊，要存新价钱的，一千来落，我你送。一千啊，乱世一千啊。有人要食上宽价的无？一千落。一千。乱世一千啊。后壁我拍卖啊，卖上宽啦。鲑鱼尾段，我准备要甲发货，鲑鱼尾段，一千块三个只，一千块。有人要食拢是啊无？我来讲啊。一千啊。恁头前只要一个人加啦，加价钱的话，要甲贵，恁要甲催货啊，真正。无人你加这催货啦。拢是啊，一千啊。真正无人你加这催货，啊恁加价钱，你加价钱，我看我来上才有道理。今仔较寒，我来上才道理。一千有人要食无？拢是啊。来一千。有人要食拢是的无？真正水的啦。来一千哦。